안녕하세요，我是 X 迷妹。请大家认真起来，因为我们的满月社长哎呦已经亲自来到大马了，要来看看苦艾娜啦。社长您真的好漂亮又可爱，唱歌又那么好听，可以早点再回来马来西亚吗？诚意满满的演唱会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，现在就让耳朵来享受一下吧。演员姬昌旺呢，一直都是大家心中的暖男男神，但前阵子他竟然在 IG 上上传了一段抽烟的视频，让不少粉丝对他暖男的形象感到幻灭。虽然4年前欧巴也曾经拍过烟雾弥漫的照片，但粉丝还是不相信他会抽烟。现在欧巴直接公开了他在抽烟的视频，部分粉丝觉得这没什么，但还是有不少粉丝觉得很冲击咯。孤孤蛋成员 Kim Sejong 在某次直播的时候，有酸民趁机乱入并留下恶意留言，说道：为了赚钱唱歌跳舞的玩偶 K-pop idol Sejong 呢，并没有乖乖的被骂，而是直接回呛对方。我逆直说，人都是得赚钱啊，而且自己做得很好，帅气又漂亮，还以此感到骄傲呢。我逆这一番话真的太帅了啦！还记得请输入检搜词 www 里的经典爱心画面吗？那就是男主角张钦用在女主角 Im So Jung 的脚腕上画上爱心的这一幕。现在呢，张钦用的粉丝们竟然也变成女主角了。因为欧巴在见面会上和粉丝一一击掌握手，而且还在粉丝的手背上画上这个爱心，真的是很幸福的粉丝啊！是我的话，一定舍不得洗手咯。喜欢 K-pop 的 ASTRO 用户有福呢， ASTRO 特别推出全新的 Pop Up Channel K-Mania， 就在频道390，即日起到1月1号， K-Mania 将会为你全天候播放最 top 的韩流节目，而且还是免费的哦，赶快打开你的电视吧。